反正在已婚族的眼里，单身的人都有毛病，不是心理的就是生理的。太可笑了，谁规定的人的生存方式只有婚姻一种？李明朗，我含冤蒙辱，立即展开侦破行动。我刚遭到舆论的破坏，绝对不会是我。老实交代吧，到底是谁迫害的我？你怎么能怀疑到我们头上来呢？我理解，就像丢了东西一样，看谁都是贼。迫害我的人一定在我们内部，外人不可能对我的身高血型了如指掌，并且知道我的生日。你要把他往好处想，他也许真的是想关心你呢，又怕你拒绝他，于是偷偷的送你一个关心，免得没面子。你们把这种事儿看得这么微不足道，这一定是已婚人群对未婚人群的公然挑衅，他们要把对单身女性的敌视放到我这个导火索上。哦，真的吗？那让我当导火索好了，要不电视台相亲这事儿让我顶替你去。哎，我怎么越看你越像陷害者？肯定是你把林明朗扔出去替你偷师问路的。我发誓不是我。明朗，你晚上到底去不去？不去怎么办？一定得去，而且当着电视观众的面一个牛也不要按，拒绝速配。哎，没说去了一定得挨你，或者完全相反，你应该按下所有候选人的按钮。哎，女人也可以妻妾成群啊。对，好。我携亲友团毅然决然出现在玫瑰速配，迎接挑战。生日快乐！一切都水落石出。玫瑰速配这个礼物是公司送给你的，是我们大家集思广益才想出来的。是，正好下边你要接这种类型的栏目，应该很好的亲身体验一下别人的成功之处啊！祝你今晚速配成功，为咱们以后的栏目做做广告。谢谢组织关心。同志们爱护，陷害，完全是陷害。还有几分钟就要录像了，何去何从，快点决定吧。明朗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说不定你还真能碰到你的另一半呢。你不管做什么决定，我们都会支持你。我在公司干了2年，他都没跟我讲过两句话。现在为了制作这档新节目，他竟然如此费尽心机，也算他对我能力的一种肯定。这洋相我出了。半夜，陶春还陶醉在我速配的绝佳表现里，但另一个女友的表现更让他震惊。喂，喂，春儿，你猜猜我是谁？他们是大学同学。肖梅。哎，我告诉你件事儿，我离婚了。啊！我现在自由了。肖梅的婚姻是陶春向往的楷模，她简直像是被出卖了。陶春彻夜难眠，他对于婚姻的信念被肖梅突如其来的婚变给亵渎了。第二天，陶春没有去上班。任何人的婚姻问题都是头等大事，他等同身受。你怎么说离就离了？我告诉你，以后你要是恨谁啊，你就让他去结婚。你老公对你不是挺好的吗？好，你还记得以前我什么样吗？嗯，好歹也算有几分姿色吧。可你再看我现在。整个一个黄脸婆，我是有自知之明的。现在我是在跟你一块上街，人家肯定觉得我是你嫂子。没那么悬殊，你也不用安慰我了。这都是怎么造成的？婚姻，这都是婚姻造成的。我再也不用描眉画眼往脸上抹粉了。反正我已经是他法定的人了，我整天扯着个大嗓门，穿着个大裤衩，围着灶台转，满脑袋都是油烟味儿，整天都是灰头土脸的，
什么事都得以他为中心，好吃的好穿的先紧着他，谁让人家是一家之主呢？唉，我啊是从此胸无大志，再也没有上进心了，整天就是追着那些恶俗的电视剧掉眼泪。嗯，要么就是算计着怎么能省钱，不舍得吃不舍得花的。结婚以后他一天比一天对我熟视无睹，整个把我当一老妈子使唤。后来我怀疑他在外面是不是有闲心了，我开始疑神疑鬼，每天像个大侦探似的追寻他在外面拈花惹草的蛛丝马迹。后来我开始怨恨，找茬跟他吵架，我觉得生活委屈了我，辜负了我。有一天就跟现在情况差不多，他也是这样站在镜子前面刷牙，我当时神经质站在旁边跟他大吵大闹，可是忽然我一回头，我看自己在镜子里的样子那么狰狞，我自己都被自己吓坏了。镜子里面的我狭隘琐碎暴躁憔悴，整个一副残花败柳的样子。以前的我跑到哪儿去了？我曾经也是一个美丽优雅温柔快乐的女人，是什么把我变成了这个样子？是男人吗？都是婚姻，都是婚姻把我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可是婚姻曾经是我的至上追求啊。萧梅的婚姻像一场浩劫，席卷了陶春的婚姻理想。你可得以我为戒，千万别结婚，结了婚就等于你自己亲手断送了自己的幸福。别说了，别再和我提你婚姻的一个字儿。好，我不说了。不过我得告诉你单身的好处：自由、自主，充满了一切的可能性。小梅，小梅。萧梅住了两天后不辞而别。毛娜来到表姐家过周末。别看了，你没看见片头上有不宜合家观赏的警示吗？你就让毛娜看吧，她是客人。什么客人？我是她亲表姐，我有权利阻止她的不良嗜好。什么叫不良嗜好？你整天跟各种男人不断的周旋，这还不叫不良嗜好啊？谁周旋了？我那是恋爱。你这样不断的恋爱累不累呀？这你就不知道了，恋爱是我生命的一种状态，是我精神和身体上的需要，也是我的习惯，就像表姐你每日要三餐一样。你这是对爱情的极大亵渎。我说的是恋爱，不是爱情，这是两回事儿。难道你的恋爱就一点爱情的成分没有吗？不能说一点没有，但基本上没有。爱情是一种危险的伤害身心的东西，就像划火柴一样，只能瞬间发出光和热，过后什么都没有了。我从不划这根火柴。哎，那你总划过一回吧？我通常只把火柴放到口袋里，时不时拿出来看一看。爱情多累呀，那是一场剧烈运动，我从不参加。我只谈恋爱，不谈爱情。毛娜呀，你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。我看你啊，趁早赶紧嫁人。我不嫁人怎么了？社会再进步也不会容忍朝三暮四见男人就往上扑的女人。下贱。一个女人独立自主，不对男人三从四德，享受单身生活叫下贱吗？女人生下来的使命又不是嫁男人。女人生下来就是卖弄风骚招蜂引蝶勾引男人的吗？是吗？好了好了，想嫁人的就嫁人，不想嫁人就不嫁人，你们俩内讧什么呀？其实恨单身女人的人就是记恨，记恨自己陷入了婚姻的圈套，因为他的自由已经被判了无期徒刑。你们才是想嫁没人要，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。哎，干嘛呢你？哎，哎，哎，已婚族与未婚族之间的矛盾，在毛娜这儿升级为人民内部矛盾。你跑哪儿去了？也不给我请个假。春儿，
你可别骂我啊！我跟他准备复婚了。都说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小美两天就河东河西了。你老这么山河巨变的，我心脏都受不了了。前两天啊，我把自己关起来，认认真真的回想了一下我婚前婚后的生活。我发现，我现在已经不适应一个人过了，我受不了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回家，遇见事儿一个人拿主意。万一生了病，身边连个端茶倒水的人都没有。人嘛，毕竟不是独居动物，一个人待久了，内分泌都会失调的。人还是需要有个伴儿。你的喜悦、失落、愤怒、恐惧，都得有人来分担。我已经习惯了回家的时候灯亮着，有人在等我；傍晚的时候呢，有人陪着我去散步。总之，心里面得有个一个牵挂。其实婚姻对人呢，还是利大于弊的。婚姻嘛，是需要经营的，不可能一劳永逸。以前是我自己忽视了，是我自己止步不前了。再说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这个以后你结了婚就明白了。想靠离婚重新找回自我，那是缘木求鱼太傻了。春儿，你可别笑话我啊，千万别因为我影响你对婚姻的信心。我知道你一直想结婚，婚姻真的很好，温暖踏实，相信我。婚姻像暴风雨过后的阳光，重新照亮了陶春的心，越发的迷人和珍贵。谭爱琳的书吧开业一周年，她重新布置了环境。快点！哎，美女们，喝点什么？怎么样？嗯？哟，这垫子漂亮啊，送我一个。哎，这杯子哪儿买的？怎么不说给我买俩呢？也换了，真是鸟枪换炮啊！哎，等等等等，你们干脆把我一棍子打晕，开仓放粮，打家劫舍算了。我们都常常会喜欢上别人的东西，就如同总觉着别人家的饭好吃的心理一样。我看上了谭爱琳新换的电脑，这电脑真不错。但是不太适合你吧？为什么呀？这配置对你来讲太低了。我觉得还行。哎，我有一个刚换的电脑，挺适合你。要不这样，我忍痛割爱跟你换换算了。大家都是朋友，我吃点小亏无所谓。我刚转过弯来，差点中了你的圈套。什么叫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？你的阴谋休想得逞。哎呦，你就跟我换换怎么了？要不然借我用两天。这幸亏是我的电脑，要是我的男朋友就麻烦了。真是说什么来什么。我还没从夺人之爱的喜悦中醒过来，就遇到不幸。怎么样，伤着了吧？走，我送你去医院。来，哎，你别动，我自己来。那是你的包吗？走吧，来，来。哎，可能扭了腰了，来，来，头。美人肯定会有英雄救，幸亏我算个美人。亲爱的，我一做坏事就遭报应，我真不该拿你的东西。还好吗？还行，腰扭了。啊，这位先生刚才救死扶伤来着。你们俩认识啊？你不认识。谭爱琳对我撒了谎。谢谢啊，像你这么好的人现在不多了哈。
光口头表扬太平常了吧？应该再把网友登一下。好，那我先走了，你的包。以后路上我们都小心点。谢谢。再见。哎，他怎么样？单身有钱还善良。你都死里逃生了，你还那么色、还不都是因为你那电脑是个白虎星，差点克死我，活该！我的电脑呢？最近几天，林明朗频繁收到一个陌生人的信息。估计又是一个被感情唾弃的人，这引起了林明朗强烈的好奇心。这个人的执着让林明朗折服，他的窥视欲不由自主大发作。他很快就和发信息的人接上头。这是你发的信息吧？啊，是我发的。我只能来了。你一直用的这个手机号吗？是啊，怎么了？那你认识一个叫汤娜的女人吗？她是个编剧。汤娜？不认识。她留给我的这个手机号码，前段我写了个武侠剧本，我觉得电视里的武侠剧都太弱智，我写的肯定比他们好。可是我不是影视圈的，写了也没人给我拍。我有个做 DJ 的朋友，认识个叫汤娜的女编剧，就介绍我认识了她。我把我剧本给了她，希望她能帮我推荐一下。她看了说挺好的，还说跟我合作，帮我修改。可后来就再也没出现。她最后一次见面留给我的手机号码就是这个号。真的假的？可能那是乱写的号码，恰巧是我的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前两天我在网上看了个消息，说个武侠剧即将开拍，名字和内容都和我的剧本一样，编剧署名汤娜，那个女人她剽窃了我的剧本。那你为什么不打电话只发信息啊？我怕打草惊蛇，万一电话里忍不住跟她吵起来。最主要的是我只有一份手稿，证据在她手里。前来打探的内容完全不是林明朗所预料的风情艳事。现在的人真坏，尤其是女人更坏，坏起来比男人凶我十倍都不止。林明朗一阵心虚，觉得自己来此的动机也不健康。能请我喝杯酒吗？啊，最近我穷的只剩10块钱了，等我打赢了剧本的官司一定请你喝。别客气，烟酒不分家。我来杯红方。你还是凑合扎啤吧。客随主便。林明朗窝了一肚子火，真是吃炒面偏遇大风天。我从医院出来后的第二天，五月峰果然来换电脑，我让谭爱林作陪。他怎么找到你的？这男人太有意思了，他后来自己又跑到医院去查我的病历去了。看来你们俩得出事儿。这叫无心插柳柳成荫，或许他就是治我腰伤的一味好药。人好了吗？好了，没事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他有自己的 IT 公司，是个 IT 精英。对不起，久等了。路上太堵了。你的电脑修好了。谢谢。你一向都对人那么好吗？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。啊，五月风。五月风，好奇怪的名字。有什么奇怪的？五座山峰嘛。太多了，我都爬不过来了。眼前这个男人不由自主的让我动了凡心。阿林，我怎么突然忘了五月峰长什么样了？什么意思？出事儿了。怎么了？
我可能爱上他了。你向他传达了吗？这还用传达？他又不是花季少年，他也是老同志了。再说了，把电脑还来是什么意思啊？平常丢了个手机都没人还呢。我准备明天晚上约他，你得作陪啊。当灯泡是要付电费的啊。好好好，打五折，先这样吧，拜拜。谭爱玲对于五月峰的隐秘情感，就如同心怀秘密的人无法向任何人开口。嗯，同一天晚上，赵鑫的剧本要回来了。怎么要回来的？和你见完面的第二天，有个男的给我打电话，说是剧组的制片，他们让他把手稿交回给我，还让我过几天去领稿费。不可能，肯定是他遭报应了，良心发现了。要不怎么说你是我的救星呢？你可真是吉人天相，活菩萨在世。你一出现，剧本自己也回来了，所以我要请你喝酒。来杯红方吧。你也凑合来杯扎啤吧。周末我约了五月峰，他欣然应邀。他坐下来的第一句话是：“谭爱玲呢？”没约他。你没说要约他，我没多心，我以为不过是朋友之间的互相问候。五月峰话很少，我以为是他单独面对女人有些羞涩，我怕冷场，决定把谭爱玲叫来。没看清楚啊，太帅了！再讲下去，他一直转到喂，看电视呢。五月峰叫我去，他为什么叫我去啊？有你一个人陪还不行啊？我不去，懒动。真的真的，改天吧啊，拜。后来我才明白，他不是拒绝我，是回避五月峰。谭爱玲难耐心事盛装出现，让我始料不及。怎么又来了？哎，你好。怕得罪你啊？你好，你可真难请啊。不是难请，是我有眼色怕搅了局。你这么说好像我就不是朋友。反正人多好玩嘛。打牌吧，谁输了谁喝，还要讲段子，你们不反对吧？行啊，那你先给我们输一个。我先说一个啊，嗯，那行啊，那就我先讲个段子吧，好吧，听着啊。那天呢，我开车，走在路上，谭爱玲像个开关，打开了五月峰的话匣子，他又滔滔不绝地说起话来。我忽视了这种局势的变化，还差一个好友吗？你说谁呢？听见了吗？一点都这不算，不算，再来一个。出于对赵鑫智慧的好感，林明朗继续和他交往。今天隆重介绍我的一个朋友给你，没有他我就写不出这个剧本。我吃他的，喝他的，住他的，花他的，我才写出这部戏，还是他帮我推荐的。我明白，没他就没你。他人呢？那个 DJ， 他叫严浩君。林明朗眼前一亮，他多大了？跟你差不多吧，
肯定比我大。你多大？他肯定比我大。林明朗不诚实了，这说明他第一眼就喜欢上了严浩君。林明朗想起一句歌词，天上掉下一个宝哥哥，他晕了。哎，小姐，给你介绍一下，黎明朗。哦，知道了，就是你那个女神似的那个女朋友。黎明朗一时搞不明白，严浩君所谓的女朋友是特指还是泛指，也不知道赵鑫背后是怎么介绍的。怎么着？想听什么音乐？我给你打碟听。你多大了？黎明朗特别想告诉严浩君，他是赵鑫的朋友，不是女朋友，但又怕伤了赵鑫，万一他并没特指呢？谢谢你送我啊，赵鑫。应该的。你的朋友真不错，人好，长得也帅。当然，他是万人迷，太多女孩子喜欢他了。他有女朋友吗？能没有吗？林明朗的情绪一落千丈。赵鑫，我回去了，改天见。做我女朋友吧。这真是一出喜剧，驴唇不对马嘴。谢谢啊。可以，小老。拜拜拜拜拜拜。来电话。哎，好。这一刻，在谭爱玲眼中，我们俩像两个马贼，掠夺了他，然后扬长而去。人生有许多难题，却没有解题的公式，比如朋友和朋友陷在同一爱情里，应该如何应试？再这样煎熬下去，我头都快掉光了。秃顶好办，再贵的药我们也舍得买，大不了我给你治顶假发呗。爱上朋友的朋友可比治脱发难办的多了。条条道路通男人，你干嘛非要往死胡同里钻呀？你没迷过路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那你就爱吧，他们兄弟以后是做不了了，那个严浩君的名声也就坏了，恐怕以后他再也不会有什么好朋友了。你是用爱害了他。那要看你站在谁的立场上看，你太道德化了。太多男人不爱江山，只爱美人。朋友跟江山比起来，那不是小巫见大巫吗？为女人决斗是男人的本性，为我决斗也不例外。就是一个女人一生当中总得有一次男人为她决斗的事儿吧？要不这个女人太没有魅力可言了。那两个女人会为一个男人决斗吗？谭爱琳投石问路，没挑明自己的处境。我会的，只不过一直遇不着对手。女人为了男人决斗，那是丑闻，犯不着为了爱情搞得鸡毛鸭血、得不偿失。有的爱情是有版权限制的，爱情是不存在侵权行为的，只要没有结婚，就有权利更换爱情。如果我爱上我男朋友的男朋友，他也爱我，却很虚伪地对我说什么兄弟是手足，这才会毁掉一个女人对爱情的信念。没错。爱上朋友的朋友的结局，无非是多了个恨你的人，也多了个爱你的人，内疚只是个副作用。哼，这也太没原则了。万一哪一天轮到我们自己头上，其他女人爱上我们的男朋友，你们还能这么大度啊？那我甘拜下风，说明这个女人确实比我厉害。爱情没有先来后到，也不用排队等候。或许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等别人不相爱了，我们再进入。爱情不是个绅士。恋人之间只不过多了另外一个人出现才瓦解的，你都是废话。有些事情是能做的，有些事情是坚决不能做的，这必须分清楚。就像人一定要知道人分有善恶之心一样。面对爱情，所有的男女都是机会主义者。
在这一次论战中，谭爱玲少有的沉默。当天晚上，我再次约会五月峰。喂，吴先生吗？我。你晚上出来玩吗？都有谁参加啊？你呀。谭爱玲去吗？我迟到的敏感发作起来，我刚刚领悟到五月峰和谭爱玲之间的微妙关系。怎么就你一个？我怕我说谭爱玲不来，你也就不来了。他太不给大家面子了。你很失落是吗？你为什么这么问？他爱上你了，你是不是也爱上他了？知道，我没法回答。说爱，说明程度已经很严重了，我还没到那个程度。确切的说，应该是好感。那你对我也是好感是吗？如果让你在我和谭爱玲之间选择，你会选择谁做你的恋人？这可不是个单向选择的问题。哼，可我认为还是应该由你来选择。你别顾忌，这是你本来就有的权利。我会一直等待着你的回答。我先撤了。虽然我把难题交给五月峰，但答案我已经知道了。尝尝吧，我调的。谢谢。哎，赵鑫呢？他今晚没来，他不跟你住一块吗？我怎么知道？你们闹别扭了。你别误会，我不是赵鑫女朋友，只是朋友。你爱上别人了？我爱不爱上别人，我也不是他女朋友。嗨，赵鑫不错，挺棒的，人好又聪明，还善良。你就不用替我们撮合了。他是挺棒的，我知道。但是我们俩不是爱情关系。哟。那他可是挺喜欢你的，我很高兴，但是他误解了。我今天来找你就想让你跟他说明一下，我当面跟他说怕伤他自尊。拜托啊。在五月峰还没下达爱情通牒之前，我先向谭爱玲摊了牌。我放弃五月峰了。真的？为什么呀？不为什么，他不合适我。我看得出谭爱玲在镇定自己。你不想说点什么吗？我说什么呀？你只能做个旁观者。我之所以主动放弃，是宁可失掉一个男人，也不能毁掉我战无不胜的爱情名誉，更不能成为自己姐妹的手下败将。这次倒是一反常态啊，你还从来没有这么轻易地放弃过一个男人呢。我仍然很贪婪，只不过这次我不合胃口，不想吃了。爱玲，或许他合你的胃口。
别乱点鸳鸯谱啊。他没接招，我知道，他不愿意扮演成我掘墓人的角色。你实话实说，你是不是也喜欢五月风？反正我们已经没关系了。你烦不烦人呢？你怎么非要像赏银二两似的赏我一个男人呢？真的，我一口都没动过，还新鲜着呢。喂，喂，你稍等一下好吗？五月份，要请我们吃饭去不去？他请你又没请我，我去干嘛？我先撤了，我不碍事儿。哎，毛娜。毛娜，你干什么嘛？你这不是让我下不来台吗？我已经下台了，你有什么上不了台的？好好享受你的浪漫晚宴就是了。喂，你都听见了吧？你们俩是怎么搞的嘛？不是我们俩，我和他没什么。好。晚上我等你。谭爱玲脑子里一片凌乱，喜怒哀乐都错了位，不知如何摆置。第二天晚上，严浩军突然通知林明朗赵鑫失踪了。他在我房门上留了一张纸条，把东西都搬走了，钥匙就放在桌上，还有平摊的半个月房租。是在你转告了我让你说的话之后吗？都转告了。李明朗像杀生了一样，心里直念阿弥陀佛。他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万一他要出了事儿，估计他还没爱你爱到那种程度。严浩军的悠哉态度让李明朗火冒三丈。你是不是他哥们儿？你怎么那么薄情寡义啊？你跟我急什么呀？还不如你伤了他。我不也是为了你伤了他吗？ We came, we came, we came again to stem the tide and point the blame.情急之中，李明朗泄露了他内心的秘密。我跟着蹭顿饭行吗？热烈欢迎啊。艾琳呢？没来。我叫她来。我像个棘手问题摆在我的面前。这顿饭我太应该吃了，你们俩得谢谢我这个大媒人吧。你们有今天，可是用我的腰换来的。说话呀！谢谢总会说吧。简直是太无私了，我拱手就把一个钻石王老五给让出去了，心甘情愿的让给我的好朋友。我太大方了，我简直就是一个君子。五月风，我告诉你，
我不是被你淘汰出局的。还有你，谭爱琳，你别以为是你灭了我，我是宁愿委屈自己，我也不愿意伤害你，伤害我们俩之间的感情。这要换了别人，我早他妈跟他急了。谭爱琳，我对我自己的家人都没有这样忍让过，你给我记住，你欠我的。你们俩不就是比我早认识几天吗？否则谁跟谁怎么着还不一定呢。你们见过我这么仗义的人吗？啊？说话呀，有什么不敢承认的？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，天马行空的生涯，你的心了无牵挂。你们俩得给我承认，你们这是暗度陈仓。有吗？你别捎上我，我们不相干。你以为你是渔翁得利啊？才发觉脚下的路。心中那自由的世界。爱情还是有版权归属的，这次的爱情版权不属于我。盛开着永不凋零。请记得订阅频道，请记得在影片下方帮我们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。